吃虾吃虾吃虾了，吃虾吃虾，有没有谁很会剥虾的？我，太好了，全部都给他剥。好啊。我不吃虾头，这个头怎么吃？都会有盐吗？虾头料。我吃虾头，我不吃虾头。先来一点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今天我最烂，耶！谢谢孙哥请的虾，谢谢孙哥的虾，耶！希望每天都有。不过第一次教虾吗？对啊，好玩吗？我刚才连那个什么怎么用线我都不会。谢谢。我觉得跟家人一起去或朋友一起去才好玩。对啊，这个要确实要大家一起去才好玩。对啊，真的，我大学高中还大学时期，很常跟就是一群朋友们去钓虾。嗯，因为在那个就是钓虾期间，就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啊什么的。而且我们之前大学的时候夜冲玩，真的没地方去，就钓虾场最方便又不贵，而且有24小时。对啊，你不是有 KTV 吗？哦，我之前在钓虾场过过生日。因为那时候大家想要唱歌，但是学生都没什么钱，然后我们就去钓虾场。20块？没有，他三个小时好像一个人才100多块而已。肉呢？真的很便宜。你的肉呢？不见了，谢谢。认识了吧？夜冲，我没有夜冲过。我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没有过。没有夜冲过。真的假的？你也没有抽过钥匙，就已经没有哎、欸。你们抽过钥匙？你们在台湾？我没有抽钥匙，大学的时候都会抽钥匙啊。我也没抽过钥匙，我也没抽过。我抽钥匙是偶像剧的时候。不是，你知道大学的时候我没有抽到不喜欢的男生，我们就在后座假装睡觉。我那时候是交换。会跌倒吧？不是，你就抓着后面抓很紧，不要抱他，就睡着。还有 Emerson 啊。奇摩吉石涛，安安你好，几岁住哪？小猪，我现在发现你蛮会玩的。不是，小猪，真的很抱歉。三个。大学的时候啊，就是很好玩。那你们联谊都怎么联谊？我们就是先这个联谊过，就是我大学的時候、啊。你有联谊、哦？我也没联谊，我也没联谊过，因为我没读大学。就像我是统计系，我就会跟可能类似水环或者是机电系，然后我们就约好，我们今天有10个男生，然后班上都会有一个公关，那我就是我们班的公关，然后我们就会约我们班。你超适合做公关的。我就约我们班10个女生，然后我们就会约好说，我们10点在学校的哪一个门口集合，然后我们10个跟10个后，我们就会先抽钥匙。然后抽到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不能含扣，但是你抽到喜欢的男生的话，你整路都会一直想跟他聊天。哇，今天好像有一点大学的感觉。有，那个、很像。黑白是切出去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然后掉下来、然后又掉下来。对啊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吃，填满我那个没读大学的那个青春。那有没有读都不一定会有这件事。是吗？对啊，我没有。我以前训练了，然后训练完毕之后，我们都会。偷偷跑去钓虾场，啊？真的？为什么要偷偷？因为会被规定你不能去钓虾场。是的。对啊，我们出去其实蛮严格，有时候会规定你不能骑摩托车，那你去钓虾场就一定要骑车。为什么会怕受伤？怕危险，受伤要比赛，然后就会偷偷摸摸的去钓，然后再偷偷摸摸的回来。跟女生一起去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对桌男生哎，我们没有女生啊。对。那你们是认真去钓虾？认真，看你今天蛮厉害的，嗯，也还好吧。老大也钓蛮多只的，维克，老大你以前3只而已，你以前2个小时钓最多钓几只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应该有5到10只吧，5到10只左右吧。你觉得那个有时候很饿的时候，就是，你这是2个小时一直钓，对啊，一放就抽，放就抽，你放一抽就。有时候看虾子饿不饿，对，真的。很运气啊！对，嗯，所以如果那一整天就是生意很好的话，然后到越晚的人就会越钓不到，会这样？他会补虾，他会补。现在春哥的老板没虾，这样。他固定时间会放，对不对？一小时放一次吧，差不多。小乐是很常钓吗？你怎么那么我没有啊？厉害啊！我是很久以前，也是跟朋友晚上想要聊天没事的时候去，但其实我很少钓。对啊，很强的，就放下去，然后算了。它沉下去的时候再移动一下，然后再移动一下，在左边拉一下，右边就是要跟虾玩一下，玩先跟它玩一下。这个小乐很专业。不是最重要，啊、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你要让它吃到那个钩子，不然你没办法把它勾起来，这是重点。嗯、所以你不能它刚沉下去你就马上把它拉起来，除非它真的吃得很扎实。因为它。是沉在水池里
那虾子就是他把它夹过来，今天的两斤虾，对耶。他先把它夹过来啊、哦，他夹过来，夹过来的时候，你浮标就会沉了。可是你一夹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夹夹夹，然后吃便便、嗯。所以你这时候一抽，如果不是往它的方向勾，你就会脱钩，对吧？而且虾子有时候会玩，你知道，它那边夹一夹，它不一定马上吃，所以你的浮标已经掉下去了，不代表它已经吃了。有时候就要等它一下。对，这时候就要先把线拉直，看张力。如果发现拉直之后是有重量，这时候甩基本上就会有。好舒服哦，好舒服，好快啊！嚯，好久没这样吃了，应该多买几斤。对，现在叫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两斤不够。人生总是要留点遗憾，我们回台北才可以一起去钓虾。嗯，好，不要继续了。哇，你今天唯一一句没有想扁你的。所以你们女生会喜欢就是钓虾的男生吗？会钓虾的，这有差吗？没有，可以填满我肚子。对啊，是哦。像我这种就是姿势一百的这种，可以。啊，这种姿势一百，但是钓一只没有钓一只起来这种。OK 啊，为什么不 OK？ 没有，没问题。对啊。不是买虾比钓虾屌，没白疼的，没白疼。满足？你有吃虾头吗？好吃。你为什么不吃虾头？哇，你这边可以全部解决。你好浪费啊、欸！那你们大学，因为我没读过大学，我蛮想知道就是你们大学的消遣娱乐是什么。其实我也没有，我算也没读，我也没有。KTV 啊，一样。应该好像大部分就是唱歌夜游这种吧。夜游，大学就是基本上男生都会有摩托车，然后我们假日呢就会说班上就是也是类似联谊，然后我们就出去给别人两天一夜，然后男生可能住在通铺，女生也住一个通铺，就各一间，然后晚上再出来玩游戏。你们大学就租通铺？对，租通铺，因为那时候没什么钱啊。租通铺是什么？通铺就是像这种，就像那样，然后躺很多人，然后可以躺很多人，然后男生一间，女生一间。像我们之前在淡水骑最远是骑到九份，然后我们中间就会先去基隆玩一下，然后再去九份。哇，你大学精彩，大学生活蛮好玩的。都不用上课吗？就是玩假日，然后夜冲的话是晚上，然后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又怕被盗，所以我们很常就是晚上去夜冲，隔天还要上课，然后都没有人，然后就很累，但是你就是不想被盗又想去玩。哇，很会玩，看不出来。对，但是，对啊，难怪你会那么多游戏。对啊，在那边隐藏。对啊，我们要隐藏。难怪一直都在问我们说你要不要玩那个玩这个。对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联谊，改天我帮你们揪一群。啊，不用。我以前就是负责的工作，就是我们班女生，假如就是说想认识帅哥，我就要去帮他去看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，你这样做会很像在中介，你知道吗？拜托。而且你先，对啊，你这样出去，然后跟别人说春哥要联谊，你这样。对，很讲我出去这样就怪怪的。男女失衡。对啊。啊。女生太多。对啊，女生太多。每个人都要抢春哥。其实我是那种疯狂爱好剥虾者，然后我没有那么喜欢吃虾，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在铁板烧打工，然后我们每次客人来，我们都会先去剥虾，把那个身体剥掉，只剩下头跟尾，然后去铁板烧上面煎，然后其实就是有一种觉得就是很习惯了这个动作，然后我剥的速度也很快。而且每次我们只要很多朋友啊家人出去吃饭的时候，那如果每个人都剥虾，每个人手都会很脏，然后就会浪费很多湿纸巾啊，或者是每个人都要去洗手，我就觉得很麻烦。所以后来我就是每次都会想要自己帮大家剥，然后大家只要吃就好。然后如果有朋友是想要自己用嘴巴剥的话呢，我会觉得 OK， 可是如果要手剥，我觉得就一个人脏就好，就不会浪费。钓不到的感觉哦，其实讲真的蛮感的，因为所有人都钓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剩我没钓到，你知道我也是一个比较爱面子的人，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钓，为什么？怎么没虾？所以我觉得昨天虾子很像是其他六个人养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不吃我的。春哥经验那么丰富，还不是没钓到？没有啦，是运气啦，还是真的运气？因为说真的，我十几年没钓，完全也不知道方法是什么。就把饵放下去，然后有吃撑下去就拉起来，但拉起来其实好像要等一段时间吧，
对啊，就小乐教我们，但是我好几次都是没有等就直接拉也有中，所以运气是运气。嗯，我们最会钓应该是靖伦吧，靖伦是钓最多只。欸，小乐算蛮会钓的哦，就是不管他钓的怎么样，他是不是最钓最多，但是他从他分享的那些经验，就是怎么沉下去要拖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全部下去再拉起来，我觉得这是正确的。距离上一次钓虾应该已经也是哇很多年了，非常多年。对，所以这次其实跟家人们去钓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又发生那么多有趣的事情。春哥还是很霸气，你看我们说真的也不过就钓了十几只，我们七个人代表一个人只能吃两只。对，春哥一只都没钓到，他是直接再加两斤。对，钱能解决的对春哥来说都是小事。我那天钓不到两个小时，七只，我觉得算满意了，就是每几乎有蛮长，就是哎拉就这样子。照片从你旁边，春哥一直都没钓到。对，他可能是被我抢走了。我就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，因为你也不知道水里面虾在什么位置。那像小杰他跟我都有互相钓到虾，那代表他那个位置的虾可能就没有了，所以他就一直钓不到这样子。钓你的第一只虾，你心情是什么？爽，真的是爽，因为我也会觉得有点压力耶。就虽然他们是，就是大家没有在竞争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胜负心，然后有点竞争力，就觉得大家都钓到了，我没钓到就是很没面子。而且我就是还警告大家说，如果今天我没钓到，大家都不回家。然后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，就是希望可以帮到我忙。然后因为有好多次，就是我已经感觉到我的那个钩子在往下沉，就是眼睁睁要钓到，可是我一拉起来就什么都没有。钓上来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就是除了很开心之外，又很就是放松，觉得大家终于可以好好回家。不然我觉得大家如果一路在那边陪我，我也会很不好意思。今天的钓虾王，我觉得是，哈，我觉得靖伦跟小乐不相上下，因为靖伦坐离我太远了。所以他好像默默的一直拉很多只，但小乐在我这里我就知道，就是我在等的时候，我等都还没一只都还没有的时候，他就钓了两三只了，所以应该是小乐吧。但他们好像说靖伦比较多只，但我没看到。老大好像就是默默的也是就是，钓到了钓到了这样的感觉。小猪也很厉害。之前有钓过虾的经验吗？完全没有就是一次都没有，好像只有吃过人家钓的虾，但完全没有自己钓过。所以看到那些东西，什么杆子、钩子啊，然后要用饵，完全不会用。就是还好旁边是做小乐，他有教我，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拉起来的感觉，还蛮好玩的。